黄金年代，有歌有舞，广播剧精彩，男女都有大大小小，大家唱嗨嗨，全家一起收看黄金年这首歌就是钟嘉玲的主题曲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应该。孙国强给郭家鹏，怎么会唱这首歌？对呀，今天跟我们主题有关，这个就是哎，我们今天就是讲大师级的人物。大师级哦啊！我为什么挑这首歌？因为这是在我心目中的大师，也就是蔡振南。哎，是他帮我写的一首歌。所以今天一样，我们要介绍也是大师级的。哎，真的没错没错，这个不得了。哇，盖小姐，哎呦来，真的是歌仔戏的大师啊！歌仔戏的大师是，而且他不只会歌仔戏，他还会京剧，而且戏演得好，然后自己也是导演，听说还得奖无数啊！哎呦，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唐美云。参见同学。
众听平心，下风胸，很开心。对对对，你敢知花西啊？我花西第一出戏《恩情盛世》还第一演，是啊，第二出呢就是《千里姻缘》咯。然后那个美云姐伊就是修仙，阿姨嘞修短是朱林娣，我是演朱林娣的丫鬟。对对对对，查某干就对啦，哎，都爱干呐，爱干，我爱干修仙，弟弟修仙爱干我，哈，那是一些艺术的些。就是就现在红蜜豆。我爱干是我嘛，基本上安尼讲，是这个意思无唔对，是这个意思无唔对，但是刚才你用个讲较慢的，啊稍停一下，安尼都，到时候你再示范，我不要那讲，正确版的，不是遐，不要，我休假。我冻袂掉啊！哎，你小姐，嗨，你小姐叫我冻掉。你看到伊的笑，你对我来讲，对我讲袂。我你就，你对我讲好啦。你讲袂出来，你讲袂出来。我对你讲，我唔知是咪讲你是小姐，我做小姐，你做。有型小姐，迄个 IQ 袂歹，就来。我知啦，我知 IQ 袂歹，但是。哦，足水的。我看这小姐，我讲袂出。我讲袂出。小姐伤水。啊，袂出，伊做爱干好啦。我菲律宾来爱干啦，我玛利亚啦。其实分开讲都袂啊，分开讲。小姐爱干，你讲起你是爱干。对，爱干是啦。陈丽英演咯，我就是演朱玲娣的伊个丫鬟爱干。对对对。美云姐就是修仙。对对。你敢知影美云姐人有够好个好？我讲啥物东西？因为迄个小平林，我当下就是伊个。你遐等的时阵要换你的时阵啊，我就把迄个外套，伊把迄个高中的衫脱掉，脱掉内面就像安尼一件小可爱，结果我这乌尾搞顶，小黑纹，对对对，顶甲规个脚架片拢是安尼一趴一趴一趴，像狗兵，像甲要死呢。然后美女就赶紧讲，紧嘞，派车紧嘞。再去迄个诊所，吼医生看注意，先注射，注射加油啊，加好哇，好温馨哦，这么照顾我们这个妹妹。是，要去嘛？他很孝顺，而且伊其实是一个足乖的囡仔，就是迄当阵遐少岁，啊，都咧负责甲厝内倒趁钱，而且佫是下岗起来甲代办。啊，查某囡仔人出外总是都爱。大家若做会到，就是互相照顾嘛。啊，主要是伊真乖，而且佫真有礼貌，啊，佫足认真。所以像他这种小孩子，人家不疼很难呐，不疼他很难，对啊。对对对。那你这部到这个黄金年代，是啊，你黄金年代，你感觉是甚物时阵？黄金年代，我感觉是伫咧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哦，就是十几岁头一遍去台顶演出，是因为阮爸爸的剧团欠卡手，就是人手不够嘛，就找我去支援他们。啊，其实时阵我是条件交换的，就是我去跑龙套，他们会送我一双绣花鞋。为了绣花鞋，我是为了绣花鞋才答应去帮忙。啊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真正就是继承阮爸爸妈妈。嗯，对，就是爸爸有一个希望跟心愿，就是伊阿伯。阿伯早以前，伊希望瓜戏当恢复到以前的那个黄金的年代。哎，甲你今天做小黄金年代，黄金年代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伊希望真正大家能够看到真正是精致好看的歌仔戏。是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大家的印象都觉得说那个美云老师其实都是男装比较多。嗯，其实他今天有带照片。哎呦。女装的，有女人味的，这应该是古早的相片，二十岁吗？这不，这应该是十几岁，这是以前的相片，嘿啊，对不？哇，这个是。好，这个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对，哦、那个帮那个好像帮那个报纸还是杂志有拍一个、啊、对一个专题，对。温健啊，傅凯哈，哎，谢谢谢谢。你看伊吼，白面书生迄种型的，是是是。伊那真高中，伊面红起来，你莫。真那真高中起来嘛，不离烟斗了。烟斗，安尼看起来是绝对烟斗，唔是不离烟斗，是绝对烟斗。你够有机会来演歌戏？当然有，哇，现在你好，伊个唱歌真好听。是。对啊，但是伊唔捌唱过歌戏，都爱试看嘛，爱唱歌戏。对。你唔系唱过歌戏，完全唔捌，完全唔捌，拢唱演歌嘛，吼，拢唱演歌，日本歌、台语歌、国语嘅嘛，广东歌，你都是唔捌唱过歌戏，完全唔捌接触过。这个时阵嘅你，都爱美云姐来甲你讲。哦，唔是你哦，我冲着是你。我不算哪根葱啊，我怎么可能教你？我想说你，那先来一遍国语的，好，那国语的，我来到这边来。我心跳好白白。
你来，你来，哎，为了窥看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厉害厉害！我来讲哈，我来讲哈，修行是两支哦，哈，修行目睭的吊丝精，啊，这两支摸唔到啦哈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吹落来哈，哎，来呀，嗯，我哎，我，拍死去，我。鸡皮疙瘩了啦！孤军压咪咪，伊是现在快乐的出棚啦。是安尼吗？孤军压咪咪，无定因的样子。我嘛是，我嘛是 OK 啊。OK 啊 ，OK 啊，就一个试看麦。我的小暗暝，想孤军压咪咪。你看我唱来呀，用没有？你是不是在吹牛屁？我可以跟你一起洗鸳鸯浴。那不是叫鸳鸯浴啊？还有做阿鼻地狱。快靠快靠！我心起啊，白白啊。水，快靠快靠！走三关，我该换。所以哟，花中原。差不多。碎碎碎碎碎碎。我表妹要啊。放下西凉，无人管。我放下西凉。我来小等下，你放尽量定一个，我感觉你无啥定，你放了袂无顺啦。我刚才大了点，对不对？我放下西凉。真心一念，望不穿。醉啦！醉啦！醉！阿姐，痛苦体验，痛苦体验，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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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你头一届唱已经够厉害啊！你的戏呗吼，戏胸吼，我来讲一定系一团啦鼓的。真的假啦？假讲的。而且我以前咧照镜的时阵，我嘛感觉我这适合高中的，为虾米知影？为虾米？因为我额头就悬的。哎，这是伊的高中个倒落去，我鬓边有无？烟斗，我你讲帅帅，真假？做这样改，我这个发过头。你讲啥物头？发过啊，发过头，痛痛啊，金金啊嘞！我看到我就发财。可是今天呢？哦，赞！老师都来了，老师一定要邀请他的朋友，而且这一位也是重量级的，重量级的，对，特别来站台的。哎呀，就是我们的陈竹生。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虽然双人行相偎，拄到风雨这呢大，通过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，你甲我。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哦，他们两个感情好到不行啊！真的，对啊，姐弟啊！而且最近我们也，我也是承蒙美云姐的钦点，才有办法演到歌仔戏。对啊，我已经演到了。刚刚你有在 LD 巡对不对？我已经有先演到了。哪一出戏啊？月夜情仇。月夜情仇。既然啊，安尼外公，
主持人哥哥，嗯，都吃我囝吼，有像伊个新卡伯伯嘛，嗯、你嘛爱来一段呢。哦，你即马影帝了，是是是是是，你有演歌嘛？我想要听，我唱内底我那蓝冠黑啦。的那段我按做。哦，相思，心红色，愿做三生丝，将来姻缘。山脚前，那去伊冤家，冤就赶紧去解对。在家里学很久啊，没有听过这种歌仔戏的调。对，他这是男管，而且竹笙很厉害，伊唔是干那唱尔，伊伫个即出戏内面，伊个弹月琴自弹自唱。对对对，他上次来的。对，你话今仔日你真靓仔吼，那美云姐啊，那个竹笙啊，这回来，哎，我感觉是不是爱来？因为美云姐很厉害的，在台上就是会耍那个枪啊。哦。今天可以，竹笙也可以，竹笙也可以。我枪不太会啊，你们两个耍枪，枪不太会啊，姐姐比较厉害啊。美云姐耍枪好迷人，帅到爆！来哦，当当当当当，来哦，还看下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扩枪扩枪！哇哇哇！你看今天穿高跟鞋还可以耍，还可以耍枪。竹笙哥，我来，哎呀，来呀，哎呀，跨架跨架，来睡睡睡睡，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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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，哎哎哎哎，睡睡，哪里人给做到啊？等哈，我们这个美云姐跟竹笙可以一起来上我们黄金年代。那沈爷是不是要邀请这对姐弟来唱一下歌？哎，要不我跟你讲哈，我有一条歌，不知道你们 OK 不 OK？ 哎，我写一条男女对唱情歌，古筝呀咪咪。哎，哦，潘神，你现在快乐出棚啊？哦，是安尼吗？我想我这个时阵要吊我过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古筝呀，咪咪波点，因的样子，我嘛写吗？我嘛写 OK 啊，哎呀 ，OK 啊，老师就是多气矿嘛。我是给孔锵老师的样找你啦。My friend， 我会唱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都会唱哎，都会唱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点不一样的，就来欣赏这首古筝呀，咪咪。听一下了啦。别人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，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。漂泊的男女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希望你唔通来失志。心本来就是一出戏，世间无永远的富贵，伊也无永远人的花蕊。青春少年时，亲像目一年，只有在梦中来撒气。啊，想要安慰着你。
吃阮顶级沙西米哦，得爱用现磨的瓦萨比。啊，你家己头家也唔敢吃，阮做人客来敢吃。哦，这间头家哦是阮阿姐啦，啊无阮阿姐来试看卖啊。阿舅，你来试。对对对。我来黑白菜，黑白菜，南水陈配，南水陈配，南水陈配。欢迎收听金广播电台黄金剧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沈文成。今天呢，要介绍一首由咱嘉音馆郭金发所演唱的《云山乡》的吉他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原本是日本歌曲，后来呢，由咱叶俊玲老师啊来个填词。那么咱拢知影，北投呢是一个真有名的温泉乡，真侪男男女女呢，拢去遐洗温泉，去遐泡汤，自然呢，都发生真侪故事。也今仔日，我来把这首歌改编做什么款的剧情呢？咱做阵来个看落去就知咯。是甚物情形？哪生意遮尼啊歹？用一个月啊，这拢无人来泡温泉，害我拢无法度人去偷看查甫人洗身躯。哎，环境袂歹呢吼。人客，我跟你讲，阮家的温泉呢是清黄泉。哎，只要是吼，你若有皮肤病啊，还是讲遐腰脊骨酸痛啊，还泡完了温泉吼，拢会带改善哦。少年，你介绍了袂歹呢，听起来敢那真赞哦。阮是男女分开。不一起泡汤的，男女分开，对，不共浴。我就是要找迄男女共浴的啊，安尼我不爱跑，不爱跑。那你啦，先生，阿妮基就多蛮得苦啦西。我知道你即卖心声到底是啥物，你听我唱来呀。有没有台湾啤酒？有没有台湾啤酒？有没有外国小妞？哈，托马你一百多只啊，歹势，你是老顾客，意思意思，随在。等下，还是哦。先问一下，伊今麦在创啥？伊今麦跟你共舞。先生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洗鸳鸯浴。那是甲伊吼，迄不是叫鸳鸯浴，迄叫做阿鼻地狱。卖闹啦！拍谁？卖闹啦！拍谁？拍谁？阿姨，我是我阿姊啦。阿姊，你阿姊哦。对，阿姊要讲话，得爱讲生笑啦。所以你卖见鬼。すみません。哦，好啦。哦，免啦，冇紧啦，冇紧啦，这阿姊咪。すみません。卖你好起来啦，免啦，你冇紧啦。すみません。我你走先。是嘞。我跑，你跑，我跑。因为你喜欢这一间旅馆，一个月来第一个人客，所以呢，准备好了要给伊招待。哦 ，special，special，special。嗨，请你来家坐坐，来家坐坐。哎 ，please，please。哎 ，excuse me， 哎，不是我的。我不要闹英语呢。阿姐阿姐，你徛那温泉上厉害，沙西米出来招待人客去。较早有一间店，人裸体在里遐，宾馆拢沙西米。不是，你卖毛巾，你卖毛巾，卖毛巾啦，你哪里？你沙西米摕出来都冷面，冷面，鱼也出来都好。哦，鱼还。我谁来讲？对，拍仔，哇，这样较冲动啦。对，怎么称呼你呢？哦，你叫我辉哥的。哦，辉哥，是。嗨。哦，多多有的是哥。嗨。赞哦。嗨，あのね、あのすみませんね、どう。做棒的嘞是嘞，啊，倒三缸的是啊。送嘞，送嘞，送嘞。哦。哎。
啊，这么好吃是什么物件？什么人？恁来行到安尼？阮家上大的老满啦，老满，对，叫做白云啊，白云大哥，啊，伊做白云，嘿，伊做恶子嘞，逐工带细汉来遮泡温泉，啊，阮家人听候看到伊哦，都唔敢泡啊，哎呦，就惊，就惊，就恐怖的，哎呀，会食这沙司面嘞，哦，啊，平常时嘛无招待我好呢，啊，今日是啥物贵宾来拢啊好，哎，等姐。等姐，白云哥，你若要食阮顶级沙司面哦，就爱用阮现磨的瓦萨比。啊，这瓦萨比，啊，叫做沙西米。说，蛋姐，啊，咖喱点管，咖喱点管来，来。啊，你那无盘呢？啊，这无盘，再多一点。啊，好。这做人工较济一点嘛。啊，你敢有听到？伤济我会惊。哦，啊，你懂我。公安呢？来，你起哩，啊，你起哩手卖错，你在错啥啦？啊，你是要起去打啦？来，嗨。我做份兄的，哎，我做份大，我都无咧惊你酷酷叫呢。阿婆导游哦。安尼，无啦，即摆大家人食健康，你唔通食伤咸，食伤咸哦，你即血压一悬哦，艰苦。无啦，头家生啊，刺激啊！对啦，啊你头家唔刺激，你这边交代我，你若较过期，咱阿婆下面遮济哦。唔是，这有钱才较大声啦，嘿啦，有甲你砍菜头啊啦。有啦，是八较几嘞？八较几嘞？我上开价安尼尔。较开嘞。哎呦！你这里也搬啦，哎呀，好，有事再解说回来啦。安尼代志唔是着解决啦，对不对？哦！想你的吉他声。无啦，头家生啊刺激啊！对啦，你头家唔刺激，你这边交代我，你若较过期，咱阿婆下面遮济哦。唔是，这有钱才较大声啦，嘿啦，有甲你砍菜头啊啦。有啦，是八较几嘞？八较几嘞？我上开价安尼尔。较开嘞！哎呦！哎，重要！我想我咧最低价。丢啦！等下，还袂卡咩啦？还袂卡咩啦？还袂卡咩？安尼啦，好啦，有钱，安尼有惩罚着就好啊。因为伊拄仔甲我欠，你知哦？开场就一直要甲我跳舞唱歌安尼啊。你唔是拢无？你若真食这食啥物？你食着一嘴尔，规个感动目屎拢落来。你是偌久无食过啊？无要紧，你豆豆来。这里的水，你把头家气吃了啊！人客会当吃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不要提供黑白菜，你唔捌食过遮好吃的。你两个，咩？对，阿姐，两个，我帮你切。你跟我拢聊。来，这里，等等，哎，嘿。剪刀石头布较紧，好，先来一枪毙命，一拳尔，无三战两胜。好，来，前面来，输的较甘愿的哈，恁两个不是无代志的，哈，你知无？大人输，你要吃沙司面，我就请你，安尼哈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无，你有看？
我无头皮，无。无，搁一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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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真正。三战两胜。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三战两胜。好，搁一遍，搁一遍。三战两胜。一比一，一比一。剪刀，翡翠，翡翠，翡翠。剪刀石头布。布布布。哎，无啊，嘿，无啊，后手我对家插手加无赔啊，无啊，嘿，来来来，无你是吃酒，无啦，你吃酒，还是来插香的哦啦，其实无啦，伊是抹茶冰淇淋，阿叻，你稍等嘞，阿狗阿娘，你想讲阿去台北吃抹茶冰淇淋？你嘴姐，看卖是抹茶冰淇淋。你卖闹了，因两个无代数啦。你卖无卖个。进来啦，你坐啊坐坐着。拜托。我上面拄只你甲我客偌济呢？是你迄讲无采人的沙西米啦，咱呢正贵的，好正贵。会吃。你在烤呢？你在烤。你看我中奖是扛快了。你在烤。你也嘴亏啦！你嘴无亏是要哪啉啦？我即马就干那一句话要甲你讲呀。啊，你的台词啊。我唔是来遮咧，甲你咧画这剪刀石头布诶。好好好，即马三十万是赚了啊未？我是要来讨笑的啊！哈，无无啦，啊生意遐尼歹，我哪有遐尼侪钱通盈利啦？生意遐尼歹，你即马交代这条这大盘，好这个汤家。我，你帮我家己饲的啊。好，好，鱼啊你要饲，人就无放食，鱼啊够饲了好食，安尼你就真袂歹。来，我把菜摆伫遐啦，那无钱吼，安尼地契摕出来做地啊。无啦。这块地是阮那个祖先留落来的财产呢，哪有可能会当乎你啦？好，你真正唔知吼。我拳头有偌大粒吼！拜托了，莫安尼啦！帅，你上少年，你过甲迄个大姨啊，甲咱妹，嘿，甲你阿过来，甲你阿过来，起来，冲啥货？啊！我家里边爱，你来，你来，好你啊，好你啊，莫有变啊！才三十万尔，我真正看袂落去啊！你安尼共欺负哦，三十万了，我替恁行。三十万哪有啥？我开支票哩。好。歹势，辉哥欠是欠三十万嘛，唔对，但是连本安尼哦，利搁滚利吼，安尼哦，拢总可能三百万呢。三百，安尼我知影。哎，你知哦？你确定是三百吼？对啊。安尼好。来，分大诶，嘿，安尼，你会当听点？好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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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下，啊，你来甲机票收起来啦。那三十万我写落吼，是有法度付啦。我若写三百，会跳票。我无法度。你叫啥？你叫辉哥啊？辉哥，无一个假大方到你这款的啦。你等下，我处理一下。好。你来欠遐济啦。无啦，啊，我原本吼生意都足好诶，啊，伊都看到安尼目眶赤，想尽办法咧搞鬼啦，啊，就是要阮生意变歹，还了钱嘛。啊，我那这不得已吼，再去家己借高利贷。哪戆啦？少年，你毋要空嘴报钱，毋要乌白讲咧，啥物我逼你咧？啊，恁家己就生意无好，啊，就欠钱，就是欠钱，就是安尼尔。你一讲到人带你的细汉来咱家泡汤，啊，我人客拢往你惊走，哪有可能？啥物惊走？我细汉两个泡甲六杯咧。有关阮诶，有请你诶，请甲伊拢无去，我无赚人诶钱，但是请偌贵诶，你知无？我敢讲咧，我无甲你讲较济啦，费得啦，我著予你三工诶时间啦，有听无？好啦，会记你三工哦。啊，三四暝要继续食无？算啦，甲胖仔，吃，甲胖仔。哦，我真正胖仔哦。啊，我三瓶嘛，哎呀，变啦啦，抹茶冰淇淋。啊，敢无导游？哎，我无导游。好啦，我甲你吹。好，行来去，行。好啦，好啦，你莫阁哭啊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啦，好啊。可怜则可怜，啊无，我替你想办法啦。你去里遐搬下，好。有事再甲伊说转来啦。安尼代志毋是着解决啦，对不对？想你。大侠，啊！我叫炸弹的，我把枪挂你掉。
三天加钱该还来啊吧？我无钱啦，阿五哥哦，你对，我哥有代志要甲恁讲。我对啊，你讲，你不是讲好你有想办法可以宽严几天吗？哦，系啦，伊叫我甲你讲吼，我要甲你讲，我甲你讲吼，迄个，你有看到迄咖啡干无？你可以再近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清朝康熙迄个年代的青花瓷。哎，迄个时阵的景德镇做出来这个青花瓷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，轰动楼顶，惊动楼下，轰动内山吐破内裤。这青花瓷多厉害，你知道？青花瓷是瓷器内底上尊贵的。我先给你做抵押品，你讲宽限，当做利息啦。啊，先押一个20万，安尼就好啦，好不好？三天啦，安尼我来。别忘记，最后一天哦，零值啦。什么？是这价值哦？啊，无你提地契摕来啊？无。你是安那啦？我是甲你搭着卡哟。我来讲啦。啊，那恁这个后生哦，恁小弟啦，我是袂惊，我足惊你的。不管，来，我提。惨吗？又惨吗？有看到吗？喂，我来了啊！三更啊，我就来啊！嘿，嘿，三更啊，我就来啊！行。哎，恁看，走起，走起！我凊彩甲转转的，有无？都无代志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回甘呐，回甘对啊，是熊阿伯骨灰坛嘛。骨灰坛呐，啊，因为吼，阮正经旅馆吼，对阮阿爸时代就开始经营啊，啊，生意一直足好个啊，啊，阮阿姐吼，本来想讲吼，将阮阿爸的骨灰坛吼，放伫个客厅，做迄镇店之宝，啊，是惊讲去惊到人客啦，所以单甲伊装伫你讲迄青花瓷内底。你嘛甲拜托个啦，哪有人甲骨灰咧当作镇店之宝个啦？啊，够有三天的时间，辉哥，拜托者。你会当替我想一下办法不？什么三更啊？哎呦，咱就紧就上来啦！阿伯啊，你到厝啊啦！啊，你就爱对付做桥哦。金童接应西风路，玉女虽然吉龙天啦，较天成的啦，恁两个啦，阿定的阿定的。哎呦，啊，你都好背啊，你爱保庇哦，恁家孙啊吼，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冲啦！接机接机来，这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敢惊孙啊？你抓我去边？我抓我去边啊？嘿啦，啊查甫咧，阿姨你啥？我阿爸。你阿爸？来个接机，来个接机，快来来来，嘿啦嘿啦，哇你好笑哦，啊你捧起彩哦，嘿啦嘿嘿嘿，嘿嘿嘿嘿，嘿啦，好啦，较坚强，啊去点钱又跟你阿爸讲一下啦，嘿啦嘿啦，讲转来啊转啊。我今日咪甲我公家做三两块钱是咧，爱讲爱讲，真爱讲。可怜呐！喂，阿奶丢啊！拄只你讲起个青花瓷呀，真大胆咁的骗，还好，还啥要嫌弃嘛？啊，都进来！等你啦，等你啦！不，阿伯安尼啦，你来！来！快！握手！左手！两手！吓得怕！好了，快点！好了！玻璃好康的，玻璃好，你讲！哎呀！哎，这支即马凊彩卖够150块尔呢，啊？不是啦，你讲到这个电话声还够落钱呢？不是电话啦，电话后壁这粒啦，啊？你看这粒麦克阿瑟留念，麦克阿瑟是谁啦？嘿啦，是香槟阿瑟啊呢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将领啦，啊，这是当年哦，麦克阿瑟来阮家泡温泉，我那做哦改变好朋友，爱特别升温的啦。你应该会使哦，系啊，哦，过三更啊，对，宽限三更就好。你先离阿搬下啦，系啊，我有钱再给你缩短啦。阿瑟啊！你啦，忙拔刀，忙拔刀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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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天哦，过三天哦，顺行啦，三天，顺行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看，安尼代志唔是着解决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谁呐？谁呐？我寻什么代志啊？哈？什么声音？人日会记，但
乡，我走的爱的花香。啊，哎，我叫张家的，我把唱歌你听。啊，那安尼啦，我就行出了一个干嘛？看恁两个少年跋倒大棒，恁两个即摆拢煞喷喷拢无看，我搁安尼咧，我算足加财咧。阿叔，我叫你说你啊。我不管，你啊害我受伤哦，唔然吼爱拿我钱吼，爱搁医药费嘛拢爱我。我讲一下电话咧，我卡一下电话。大队长了，有真顺利了，好好好。安尼我等你来，嘿，即马诶，温大诶人伫我遮，嘿，恁朋友要来哦？嘿啊，阮朋友诶，刑事组大队长要来。啊！伊甲我讲吼，趁我吼，甲你伫遮吼，咧甲你迄落时间吼，你甲我安奈时间？嘿啊，我冷笑诶，冷笑。趁我吼，甲你伫遮咧冷笑诶时间啊，我红崩诶，已经吼，已经去你诶地下之争，吼，地下交警、地下查某警，全部拢操了了啊！啊，等下就会甲遮围起来，准备甲你掠走安尼。我紧穿，我紧穿。秋姐，秋姐，起啊！已经大声啊！出来哦！走起来，走起来！哎，走起啊，走起！哎，早干那个，我都走啊紧的哦。你为什么讲倒三工啊？我会记得我较早吼少年的时阵啊，甲我初恋的女朋友，拢会来遮泡温泉。嗯，迄时阵啊，我可以弹吉他。欢喜的唱歌，予我初恋的女朋友听。阿姨想要听什么歌？也没有跟我联络，所以你被兵变了。说要等我回来，为何如今要分开？虽然他没有再跟我联络了，但是我还是一直想着他。就给狗叫。你是我呢？南港刘德华。哦，你哪知影？这个外号南港刘德华这五字，敢若我初恋女朋友知影尔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的初恋精灵，王彩华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什么？不可能！对对对，什么？啊！不可能变这老啊！真正啦，真正的吗？你想哪这样？你是王彩华，王彩华，王彩华，你真正是，我真正是王彩华。十年前的时阵，你讲咱离家泡温泉，泡温泉，是。迄个时阵，你讲我皮肤白雪雪又绵绵，人心情搁 Q 弟弟。我想袂到，我想袂到，十年的变化，哪会这么大？我为着你到今嘛，我夹完了。既然二十多年，你拢一直夹不完，是。阿婆。你，咱，你就继续演落去好了。咱，咱啦，咱喂，咱来开房间啦。咱哪会当对你空空一，我甲空，空空八啦，你来啦，等我。我一条比情乱。越大越大